来了。哦，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我一个男人帮你来大姨妈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先别急，现在是你的大姨妈。你的大姨妈？不，是我们的大姨妈。你现在在卫生间吧？是。那就好，还好是自己发现的，没有被别人看到。拿卫生巾了吧？没有，不是我自己发现的，被同事看到了。你不会还刚好听了我说的话，穿了碎花小短裙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是我自己选的一条白裙子。白的，现在到底怎么办？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这样，江毅，你先冷静，你现在给彤彤发微信，让她送备用衣服还有卫生巾过来。你先换好再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？知道了。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江毅的身体，我不能让他死。喜欢的人帮自己来大姨妈，这是什么史诗级的大灾难啊！还让不让人活？谁来救救我吧！东西拿到了吧？拿到了。这日用和夜用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字面上的区别。现在量大不大？什么量大？就是那个，多少算量大？哎，算了，你先不用管这个，你先把东西换好，把衣服穿好。这玩意儿怎么用？哥哥，这个你能不能上网查一查？我这怎么跟你说得清楚啊？而且我真的很尴尬。难道我就不尴尬吗？我现在不光是肚子痛，我还胸胀，怎么办？那就揉啊。知道了。不行，不能揉。